大家都知道孙策的幽灵船嘛，但我觉得孙策支援是有讲究的，不一定每次都使用幽灵船。如果你有明确的目标，那幽灵船没问题，可以开得又快又远。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目标，我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幽灵船。就像这一波观察小地图，看到露露了，假装撞扁鹊，逼退一个转向直冲两人。这波就是典型的我知道我该支援了，但我不知道我具体要撞谁。这种情况我是不建议普通玩家使用幽灵船的，那样给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变少。当然如果你开得又快反应又快，那就当我没说。这关羽从哪搞的双 buff 呀，哪里吧你。好，他现在血量已经很残了，准备越塔。关羽焦急跑了，那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他手里还捏着一个二技能。我们往前顶一下，不要给他劈兵线的机会，逼他交二。半血以下的关羽二技能是他唯一的保命技能。交了，那这个兵你吃还是不吃？吃就是死。这波操作下来呀，那关羽的 buff 啊，他双 buff 呢，什么时候没的呀？哎呀，其实 buff 什么的都不重要啊，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东西。把关羽一塔推了，注意看左上角，关羽还有四秒复活，他复活之后肯定是要来上路清兵线的呀，所以说我们把兵线清了，直接跑到这个草丛来埋伏他。陨星刚好做出来，只要他敢从这里经过，那上去就是一套13A22，直接把他秒了。我上去就是，啊，你这关羽他走路都能卡墙上，我真的是该说不说啊，这波卡墙救了他一命。发现一个落单的恶毒男孩，才八级，面对九级的船夫，死路一条，二 A， 他好硬啊。这个版本的扁鹊十只元一出就会变得非常硬，你如果一套秒不掉他，就大概率会被他反杀。韩信在打鸟，拿来吧你，准备跟韩师傅埋伏一手关羽。什么？他在埋伏我？直接反打，大招不？喂？高手过招，点到即止，这波有来有回啊。对面的社府是守约加油，团战少俩人组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有哪个对抗路可以拒绝这种组合。关羽来了，不要怕，你只要稍微有点走位，关羽拿你就没什么办法。往右走，再往左走，吃口药，大招好了。虞姬有危险，任何射手有危险，对抗路都不会不管，直接冲过去把扁鹊宰了。虞姬听着，我们都跑不过关羽啊，但我跑得过你。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啊，你和你的朋友在野外遇到了一头熊，但你只有一发子弹，你凭借精湛的枪法成功熊口逃生，但是你那个大腿挨了一枪的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很少有人跑得过关羽，但你能跑过虞姬就行了。再上路带个线，单看小地图不难发现队友差不多是应该失利了。还记得视频开头说过吗？如果有明确的目标，那就幽灵船撞过去，从上路开到中路只需4秒钟，无毒守约，没有大招。我不明白为什么选了守约还要拿瑶，拿了瑶还要跟着守约，这怎么形容呢？就是啊，真就一点余地不给自己留啊。其实看人头看防御塔我们还算是5-5开，但是团战少俩人组合硬是让我们变成了9-1开。其实我并不讨厌瑶，相反我觉得瑶是一个非常强的辅助，他如果跟着这个奇怪的男护士或者是那个岛国的小萝莉鸟人都是比较强的，但他还是选择守约。我来了，骗出大招，有闪现的话就早点放，如果船夫到你脸上才放，那已经来不及了，瑶连刷盾的机会都没有，最终还是上了那个男人的马。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讨厌某些英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英雄对玩家的水平要求较高，但大多数玩家达不到那个要求，于是就导致这个英雄看起来很菜。当然英雄可以洗，但是那些至死不渝的情侣，我希望你们收敛一点，为队友着想一下。玩个游戏什么都不管就要黏在一起，那有本事你们永远别分手啊。